主料甜椒250克烧猪肉150克辅料油盐豆豉葱花少量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甜椒洗后破开去掉内核切片烧猪肉切块备用炒锅下油爆香豆豉后下烧猪肉煸出油后捞起放碗里炒锅留底油倒入甜椒块煸炒撒上些清水继续炒软熟倒入烧肉块继续翻炒2分钟加入盐炒匀即可出锅烹饪技巧无技巧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